全球现场，我们持续带你来聚焦的这个是解放军的南部战区二号在中缅边境中国大陆这一侧举行实兵实弹演习，而现在画面也曝光了。这次演习实战性强，预设多种情况，实兵实装拉动，远程快速机动，多天连贯实施，重点检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和战区部队快速机动、精确毁滩、立体风控、联合打击等作战能力。展示了解放军参演的官兵现在纷纷表示，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随时做好应对各类突发情形的准备。而大陆官媒央视也报道，演习开始之前，依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和中缅两国两军的相关协定，中国大陆有关部门已经向缅甸方面通报了组织军事演习的事宜。好，另外来聚焦的是美中关系，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拜习会之后呢，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要持续的沟通，持续的谈话绝对不要造成彼此的误判。而在二号深夜的时候呢，拜登和习近平再一次的通电话热线，在此之后美国的财长及国务卿都会相继访华。但是现在大陆官媒就指出了，好，美国你派了这么多官员来中国大陆，你必须要先想清楚一些你自己的问题，才有办法让这趟交流是有一个成果的。好，来看到的是拜习他们在这个电话当中谈到了一些什么呢？当然就是台海了，好，还有南海以及俄乌战争、科技战、AI， 还有 TikTok 等等多项领域的议题都是有谈到的。那美国总统拜登现在根据白宫进一步公布的资料，好，拜登其实是有当面向习近平提到了这个，就是美国这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谈的，要把 TikTok 在美国这边的资金跟大陆的母公司要彻底分开，撤资计划，希望。他说，白宫的说法是说，拜登有跟这个习近平说，希望中国大陆方面是可以理解的。好，另外拜登呢，他有跟习近平说，希望中方不要干预接下来十一月份的美国大选。而拜登有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习近平则是回应说，台湾的问题是美中之间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也希望美方要落实不支持台独，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中国是不会听之任之的。好，对于这个拜登还有习近平的通电话呢，现在大陆资深媒体人胡锡进他是怎么解读呢？他认为说，中美元首的对话是巩固战略判断，双方其实都希望中美关系可以实现某种企稳回升，防止不断下坠的螺旋。好，中国时报的社论则是分析，双方现在除了要管控美中之间的关系，更是要共管台海安全。在520，也就是赖清德就职之前，要确认两岸之间是零意外的。好，在拜习通话之后呢，就在今天，美国财长耶伦即将访问中国大陆，一直到9号，那他的行程会到广州工厂这边来参观，另外会到北京来跟大陆总理李强会晤。好，不过其实耶伦在行前他就提到了中国大陆的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有可能会对全球的产供应链跟经济造成了一些影响。另外他也说会跟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些官员来提说，要纠正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确保美国的工人还有企业要公平对待。好，不过这个是有大陆官媒色彩的一个微博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就分析了，如果说美方想要不虚此行的话，应该要先想想几个问题，也就是说呢，必须要提出的是一些明确的议题，而不是这些意识形态的问题，来跟中国大陆的这些官员们来讨论，才有可能让美国的这些官员可以得到了一些他们想要得到的答案。好，另外美国国务卿也接力，他即将在耶伦访问之后，未来几周即将访华。好，美国财长耶伦在今天4号开始，一直到9号会访问到中国大陆。而他在阿拉斯加这边转机的时候，他接受媒体访问，强调他的任务就是要稳定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I think as everyone knows, President Biden talked to President Xi yesterday.And my trip to meet with my counterpart should be seen as a continuation of a dialogue that we've been engaged in and deepening ever since President Xi and Biden met in Bali. President Biden charged me with attempting to stabilize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to deepen our communication.
耶伦在今天会抵达到广州，而五号上午会跟经济专家来举行圆桌会议，随后将会见广东省的省长王伟忠，接着在七号他会在北京这边跟大陆总理李强还有财政部长蓝佛安举行双边会议。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耶伦这一回将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向大陆对口来施压，并且强调大陆的工业产能过剩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一些后果。好，其实呢，这个拜习通话他们也有谈到的是在南海的问题。菲律宾在二号的时候，他们就公开了一封信，这个信里头是指责中国大陆将仁爱礁的争论的焦点转移到菲方，背弃承诺，批评这是中国大陆的宣传陷阱。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表示，菲律宾对近期南海局势紧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菲律宾极力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事务，为其侵权挑衅行径撑腰打气。菲方这种为一己之私不惜破坏地区国家达成的共识的行为，是导致南海局势扩大化复杂化的主要根源。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